主料：紫菜5克，豆腐100克，鸡蛋1个，香菜。辅料：盐2克，香油，鸡精2克，水淀粉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原料：紫菜、豆腐、鸡蛋，豆腐切小块，紫菜撕碎备用，鸡蛋加香油打散，凉水下入豆腐烧开，加盐烧至豆腐快变打，下入紫菜，进入水淀粉后，把打散的鸡蛋慢慢撒在汤里，关火加入鸡精和香菜末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汤中加入水淀粉可以使汤更加浓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